嗯，好了，我觉得不能空手而来吧。这个是补补体力的，因为我担心有人会去抢，香蕉会带给我好的兆头。我们这个 team 就是要拿冠军的。OK，你这怎么说定了啊？嗯。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从小到大的偶像就跟他了。涛哥，你已经决定去小诸葛那儿了吗？因为他是一开始选我的嘛。他特别想要你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希望，你可以选择我。我真的是一个，就如果我认准的人，我一定会用我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他想要的东西。真的，就不管就是我选谁，但是我觉得你很 OK。你不要给我铺垫那么多，你最后来我这儿吗？答应一下诸葛了。那你就过来嘛，咱们一块儿，行不行？啊？你说你刚开始你要在我这儿的话，我也选你，那你不我明白什么意师思？傅能不能帮我带走这个香蕉？我给你拿手办，你明白什么意思？喂，别哥，你。你回去坐着，你回去坐。你明白什么意思吧？啊，我两分钟到了，我先走啊，记住了啊。谁把把鱼扔一下是袋鼠的？你知道那个是我给他了吗？就是你给了，然后我给扔了。我第一个来的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等你来啊。哎，我诚意十足，你们都没睡觉。banana。You like banana？ 来 ，OK， 我现在吃，看你吃，吃了就定了。罗志祥团队，谢宇哥，一定要冠军的。OK， 我就是为了他的团队来的。哎呀，就是 knows 他们 ，knows 他们。啊，吃了啊，待会一样把香蕉皮给淘淘。好，拜拜。神圣的毛巾就这么挂了，男人的约定就这么定了啊。怎么三个人跑那么快？涛哥，又是罗志祥给的。罗志祥也来过了。我怎么来的地方他都留了一个毛，都留了一个香蕉。所以你肯定选他。看你怎么说。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谢哥。我知道你姓谢就行了。好。不是，因为我是一个对数字跟人名都记得特别不清楚的人。那你为什么来我房间？你有喜欢的都不懂。哪一点？综合。综合。别词。啊？你肯定选罗志祥是吧？哎。他说：“那你把皮带走。”皮带走。谁说？罗志祥，我一定会让小诸葛后悔的，顺顺利利的，哈哈哈哈！谢谢你哥，他吩咐我说，你再笑得重一点，能不能行，哥？疯掉！我是真的疯掉，怎么这么好笑？他怎么可以这么逗？我就觉得太可爱了。行了行，太逗了。行了行，哥，那个什么，一会儿见啊。哇，太好笑了！哇。然后我把这香蕉皮子又带过来见别人，我也是醉了，我。这世界很酷。